大家好，上节课呢，我向大家介绍了 MemeCache 的工作原理、安装以及使用 Telnet 进行客户端的一些简单的操作。那咱们重点呢，就是这节课内容，咱们是使用 PHP 去将数据保存到 MemeCache 中进行存取。好，我们打课件，看一下，在 PHP 中使用 MemeCache。那在 PHP 中使用 cache，PHP 中MemeCache 的客户端这些处理接口是自带的，比如说咱打开手册，找到这个，咱们搜一下 MemeCache， 你看一下 MemeCache 函数在这个章节里边，所以在手册里能查出来，说明属于 PHP 的语法，那它就有一套库。但是这一套库呢，咱说了，这个扩展库不一定系统就安装了，所以咱得检查系统安不安装这个库。那怎么检查 PHP 支不支持这个 MemeCache 这个扩展呢？很简单，你写一个 PHP info 函数测试一下就行，比如说 demo.php 打开，然后这里边咱们来写一下直接 PHP info，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看到 MemeCache。Localhost 细说 PHP 下边的 demo.php， 好，我们往下查找，前面呢是一些环境和配置文件的信息。你看一下 PHP 现在支持 FTP 库、GD 库，这块也有哈希，看一下，然后这个库 JSON 库LiveXML 字符集 MySQL 库、 MySQL这些都支持，那唯独没有 MemeCache， 你看一下，没有，所以说明现在默认我们现在还不能使用哪个扩展呢？也就是现在还不能使用这个库，所以我们得需要安装才能使用，安装也非常容易。那 MySQL 的这 PHP 的这些扩展呢，都在哪里装着呢？你看一下，我们找到 PHP 的加目录 ，PHP 5扩展。看 PHP 默认装了这么多扩展，那这里边呢找不着 MemeCache。 如果在Linux 下边安装的时候，在编译的时候，咱们就应该把 MemeCache 这种扩展安装进去，而在 Windows 里边呢，咱们不能编译，所以咱们要下一个现有的 DLL 文件。那我这里边呢已经给你下好了，在软件里边，这也会随着咱们视频你可以下载到，就是这扩展，我把这扩展拷贝到 PHP 支持的扩展目录下。好，这里就多了一个PHP 的 MemeCache 的一个扩展这个库。那这里边加的这个库不行，我们还得在哪儿？我们还得在 PHP 的配置文件里边，我的配置文件在吸盘 Windows 下边 PHP 配置文件加上一个这个扩展，就在这个位置加就行，extension 等于，那这个扩展呢，它会自动找到，因为按环境变量会自动找到这个目录，那指定这个扩展加到 PHP 里去，加上这个扩展我粘过来的。这样的话 PHP 配置文件改完之后，我重新启动，看一下安装非常简单，把这软件拷贝到什么目录下，然后重新启动阿帕奇。好，重新启动完之后，配置文件生效，也加载了这个扩展，那么这些函数都在这个库里边呢，所以我现在再刷新一下 PHP info， 然后再找一下，你看一下，就找到了 MemeCache 什么版本的，对吧？这是 MemeCache 需要咱们做的配置文件中的一些选项，你看配置文件中选项可以缺省的端口是11211，
可以看到这些。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使用这套扩展库了。而这套扩展库呢，是基于两种的扩展，这个扩展库就 PHP 手册里查的扩展库，你可以按面向过程的方式去使用，也可以是面向对象的方式。当然咱们使用的都是面向对象的方式，比如说随便我这里边点开一个方法之类的，这个方法还没提供，比如说我们点开 get 吧，你看这里边有过程的使用方式，也有对象的使用方式，过程的使用方式，对象的使用方式，基本上每个函数都给我们提供了过程的使用方式和对象的使用方式。当然咱们这里边首先要使用的就是对象的使用方式，那过程方式呢，你除非是过程化的编程我们去使用，否则呢是不需要去使用的。那我们先把这些函数都用一下，简单的向 memcache 里边去添加去获取。那现在咱们看一下我这个 memcache 服务器是否开着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右键任务管理器，咱们可以看到 memcache 在这块进程已经启动着。那再看一下，当然咱们上节课我没有重新关机，你看这里边也可以看到，找一下memcache 服务器现在已经是启动的状态。哎，现在是没有启动，那咱启动一下吧。然后比如说 memcache-dstrt 启动，哎，我们再刷新一下服务，好，启动了。当然你用这块直接启动也是可以的。既然它已经启动了，那我们现在服务器其实刚才已经是启动的，我这块只是重来一下，没刷新这个列表而已啊。我就可以在 PHP 程序使用它了。我这启动的默认是1121端口，清一下屏。启动起来之后，咱们看一下这个，这里边这些方法，首先都是 memcache 对象中的方法。那这些方法怎么使用？那我这里边也将部分的帮你翻译过来了。你看下边，在这儿呢，这是常用的这些。比如说，这是这个对象，我们创建对象的时候使用这个，然后通过按咱们客户端服务器的操作方式，我们可以使用 set 向服务器上保存，add 向服务器上添加，这里边忘写 add 了应该是，然后呢 get 从服务器获取，这个去连接，那如果想多连接呢，这是断开连接，这个呢是持久连接。那一直在这连接着，然后这个呢是替换，和 set 的方法是一样，这是 delete， 这是删除，这块是呢得到状态，这块是可以添加多个服务器。那这些呢咱们都去做一下实验去试一下。比如说咱先来最简单的操作，像这 memcache 服务器中添加一些数据，比如说咱们首先要建的就是 mem 这个对象等于 new memcache， 当然了这个类没有构造方法，咱可以不用添加，直接创建就可以。然后呢有了这个对象之后，你知道你控制的是哪个服务器的内存吗？所以咱们必须得连接 memconnect 连接，这里边只需要两个参数，一个是 IP， 一个是端口。比如说连接我可以指定 127.0.0.1， 就是本机的，也可以指定什么 localhost， 那端口呢是11211，就连接上了。如果你有多个服务器的话，连接一个之后你还可以添加 server， 添加多个服务器，比如说可以直接使域名 www.php.s 或者是之类的，或者是假如说这服务器在 lamp.com 上面，然后11221这个端口，然后也可以 memadd server， 也可以直接指定 IP， 比如说192.167.0.0.1
1.11312吧，然后是11211，这也是这个端口。这样的话，我就有多个服务器了。那么我们在添加数据的时候，会使用那种它特定的算法，分别向每个服务器添加一种数据。当然了，我这两个服务器没开启。那假如说你有多个服务器的话，也可以像咱们前面那样的，在这个服务器上安装上，然后启动起来，指定端口就可以了。当然，咱们现在就一个，用直接连接就可以了。连接完之后，假如说我用完了，我现在不是持久连接，你加个 P 就可以持久连接，一直在这连着。那我不需要持久连接，假如说我每次连接完断开之后就可以了，关闭 CROSC， 用完之后直接关闭掉就行了。那我用这里边，咱们添加一下数据试试，找到这里边的，比如说 ADD 添加，咱们看需要几个参数。指定键就是 memory cache 管理那个哈希表的键，指定值，你看这个值是任何类型都可以存的，所以咱可以在 memory cache 里保存任何类型的数据。然后这块呢有个标记位，咱们通常指定这个常量，那指定这个常量，它就使用压缩的方式将数据保存。然后这个指定保存多长时间，时间呢是秒，比如说指定这么多秒，那就是30天，对吧？当然必须指定的默认的这个就是压缩的，默认这个就是30天，如果不指定后两个是可以的，那咱都指定一下。 MEM 既然已经连接上了，然后我使用这里边 ADD 添加，比如说往里边保存一个我的字符串 STR， 那数据呢就是这是一个 MEM CHE 的测试这个字符串，然后使用压缩的方式，你可以存它这个常量代表的就是应该是数字一，你可以输出一下看一下这常量代表数字多少，我直接粘过来就可以。然后时间比如说36003600秒，好，保存数据了。那看一下数据保存成不成功呢，我只要刷新一下，它没有任何提示，我可以用客户端去看一下成不成功，比如说 telnet 连接localhost 的本机里边的11211这个服务器，然后比如说我 get 我获取一下叫做 mystr， 你看能看到从哈希表里边咱们读出来了，这是一个 memory cache 测试，我用 PHP 存的，但我用这客户端也能读，说明在客户端已经存着呢。那我在 PHP 程序里边就不能读了吗？输出字符串谁呀？从 m，你看我取出来 STR 字符串等于从 MEM 中里边用 get 这个参数，很简单，只要存下标，上面存的下标是 MySTR， 我这里边也要使用 STR， 然后获取一下，再连个换行，你看我这能不能读出来，现在可以读出来了，已经在这服务器长时间保存了，它要保存一个小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把添加的去掉，你看一下都没关系，它也会在内存里边读出来，你看刷新是可以的。现在我已经把这条已经关掉了，因为只要第一次添加就行了。那假如说我连续添加两个呢，这连续添加同样的呢，还是 ITR， 这里边我换成随便一些数据一行 W， 你看一下它能不能把上面值覆盖掉，是不会覆盖掉的，你看还是这个，因为我使用两次添加，服务器有这个下标了，下标不会重复，这个添加就会出错。那你可以看它的返回什么值，所以它就添加不进去，因为它看到服务器已经有这个值了。这也能说明 ADD 重复的值不会再添加，还是用原来的。那如果我想改变原来的值呢，你可以把它换成 replace 替换，也可以换成 set， 比如说我换成 set， 现在你再看一下这个值，就变成了一行 W 了，服务器中的这个 get mystr， get mystr， 这个应该是压缩后的那个值啊，因为有这会儿已经怎么的，咱们已经可以读取出来了。好，既然这可以了，这是往里存字符串，
那我在这添加 MEM， 你看我可以添加第二参数是任何类型的 ADD， 添加一个比如说 MyAR， 我添加一个数组 ARAY。当然它咱们都是用一个服务器，所以呢这块就使用一个服务器。如果是添加多个服务器的话，第二个数据有可能存到第二台服务器上，第三个数据存到第三个，第四个数据有可能再存到第一个，对吧？根据算法不同 ，AAA、BBB、CCC、DDD。当然我不用后边两个参数也可以的，默认存三十天嘛。然后我再怎么的添加，然后我再读出这个数组，你看。$mem get 里边传上 myarr， 看一下。那在服务器端咱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存的 get myarr， 你看一下它我们形成了这种格式存进去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读出来也可以存取。那咱看一下对象好不好使，能不能往里存储，存储再换一行，你看对象好不好使啊？我做一 class， 一个比如说 person 类里边 ，var 名字，比如说等于张三 ，var 年龄等于十岁。你看这就是就有俩属性，但是属性都有值，这是一个对象。我再使用 mem 里边 add 添加 myobj， 然后 new person。person， 我把对象传进去，然后后边参数我就不传了，多长时间？然后你看，我用 var 下划线 dump， 我能不能读出来？通过 mem 里边的get 里边写上下标 myobj， 看一下，也是能读出对象。那对象在服务器端怎么传的呢？咱也获取一下 get myobj。哦，写错了，没写错，读出来，张三年龄十岁，大概也能看得出来 ，O 是对象 ，A 是数组开头的数组对象，所以呢，有这几种类型，你会往数据库存，会读取，已经够用了。这是往数据读取，如果有多个服务器的话，它会实现分布式的一些操作。那当然，我可以在这里边也可以读出它的状态，比如说我想知道。Memcache 的版本，使用 get version 得到版本，前边我也换一下行，你看 1.2.6， 我也可以得到那个状态，像这个里边打印的 style stats 一样，你看能看到Memcache 管理多大的空间，然后连接了多少次，什么时间连接的，它的服务器开启多长时间，把每个值读出来都可以 ，get 了多少次 ，set 了多少次，获取了几次有效的，几次无效的，对吧？当前的选项一共有几个，都可以获取到。那我在这块也可以获取到，输出一个，比如说 PRE， 再输出一个，你按原型输出斜杠 PRE， 然后 PRINT， 它返回来是一个数组 MEM， 看一下这个函数名。状态下边有多个状态的，你看啊，这里边得到这个参数，刚才咱用了得到版本嘛，对吧？得到 stats 得到状态了，写了自己多少个等等。当然我也可以把它删除掉，比如说我这里边得到这个字符串，我现在不想得到这个字符串了，我$mem 里边的DLETE 删除谁啊，直接传个下标 MyStr， 你看就服务器中就会把它删除了，这个字符串就没有了。那如果我使用 Flash 呢，就能删除所有的$MEM FLUSH，你看我就能删除所有的，
为什么没删掉？难道我这个写错了吗？哦，没写错，对呀，删除所有的。哦，是删除所有的，但是我删除之后，我下边又存取了一次。比如说，我把存添加的都去掉，不然的话，我删了之后又添加了吗？对吧？然后不又读出来了吗？你看，我现在清除了。我如果我不加这条语句的话，他们还是在的。你看，我现在不加的清除的，我现在怎么刷新？还是在的。但是现在我加上这个清除的，你看就全没有了，对吧？这变成布尔星架了，就是全清空。所以这两个是清除一个和清除所有的，保存一下。那咱们现在会简单的使用这些函数了，那咱要考虑一下都在什么地方，这些函数咱们会使用，方法咱们会使用了，然后在什么地方使用 memcache，这一点咱们要搞清楚，是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往 memcache 里存呢？因为咱们要知道 memcache 呢是往内存里存的，那有的说了 PRP 变量不也是往内存里存吗？但是 PRP 变量是怎么的？当我脚本运行完直接自动释放了，而 memcache 呢，假如你指定的存一个小时，那么一个小时不管你 PRP 脚本结不结束， memcache 会一直存着。现在你看 PRP 程序都关了或者什么，在服务器里边我还是能存数据的，对不对？当然它跟文件方式比和系统变量这个区别你都要弄清楚。那什么地方使用呢？我通常在两种情况下使用 memcache。 第一种情况就是数据库读出来的数据，那读出来的数据也就是 select 执行后的数据使用memcache 处理，把读出来的数据缓存，第二次再读的时候呢，就直接从 memcache 里读就行了。因为咱说了，降低你网站的效率的地方就是对数据库的输入输出。那咱们把数据库的输入输出，只要输出一次的结果用缓存，然后指定缓存多长时间，那么在缓存的时间内咱们都可以从 memcache 里边读数据。这是这个情况下咱们用到 memcache。 第二个情况下我将来在什么用呢？在绘画控制中使用。如果你咱们绘画控制呢课程呢咱还没讲到，那后边的课程呢咱们会讲这个 session 绘画控制，到时候在 session 里边呢我还会使用将 session 就是用户的信息存在 memcache 里边，让每个用户的信息都不往文件里读写，也不往数据库里读写，保存到 memcache 里边是最佳的一个效果。所以在绘画控制，也就是咱们后边的 session 中，咱们还会使用一下memcache。 那这节课呢，因为咱们现在还没学 session， 也不能把 session 的数据存储到 memcache 中，那这节课主要是将数据库查出的语句保存到 memcache 中。那看一下咱们怎么保存。首先呢，我们必须得看一下数据库里边咱们有哪个表里边有数据。比如说先连接一下数据库 mysql-u-root-p12345-6， 连接到数据库，选择咱们细说 prpdb 这个库，然后 select 看一下这里边 show tables 表 select 星 from 从 users 里边，这里边表的数据太少了，咱们找一个多的，比如 shops。 好，这里边数据比较多，你看一下，我现在就是执行查询语句。如果在 PHP 里边，你看我反复执行查询语句会出现什么情况。现在我就连接一个服务器，添加一个服务器，你看 circle 语句等于 select 选择星 from 从哪个里呢？从shops 这个表里边，对吧？但是我想执行这 SQL 语句，我肯定得有什么，得要连接数据库啊。我用 mysqli 等于 new mysqli 连接本机的用户名是 root 的密码12345-6，
然后库是细说 PHP DB， 然后使用 MySQL 里边的 QUERY 执行这个思考语句，然后它会返回一个结果集，然后数据 DAT 数据等于就是对于空数组，然后 while 循环做一个从结果集里边获取所有的数据，每次获取数据都加到这个数组里边，等于这个写错了啊，等于 ROW， 然后咱们看一下输出一下原型 PRE 斜杠 PRE， 打印一下这个二维数组，当然了我也需要执行完这个数据，也需要把结果集要有这个好的习惯关闭掉，要把那个MySQL关闭掉，你看一下，通常我们写从数据库查询都是这样的，那我每次执行一遍脚本都会连接数据库，然后执行查询语句，服务器端编译查询语句，然后呢从数据库查询出来整理，每次都是这样的，形成这样的一个数组，你看我刷新一次是一样，刷新一次取一次，所以呢按照这个图来说，浏览器执行 PHP 每次执行都是这样的，现在这是没加缓存的情况，那当然我可以用静态化把这个页面静态化，那下次每次找文件，但找文件不如找从内存读的快，所以呢现在我既然有 memcache 了，我就可以这样做，看啊，都让它缩进一下，因为在 memcache 里边可以存数组，当然也可以存二维数组，看一下，先从 memcache 里边把这个数组读出来 $mem 里边的 get，假如说我随便指定一个下标叫做 shop 这个下标过去，然后判断如果从 memcache 里边 DAT 获取到数据它是真，没有获取到我才去到服务器去取，然后取完之后我再把它添加到这个内存里边去，比如说 add 或者叫 set 吧，用 set 添加谁啊，下因为这个键是一个都是 shop s， 那么值就是这个 DAT 怎么获取到的，然后添加多长时间你可以自己指定，比如说3600，这个我最好用是那个常量，咱们找一下这个常量还比较长，添加，用这个去使用这个去存储选项帮我们压缩，好，你看一下，咱们再分析一下，我先到这个 memcache 里边去把键是这个的数据读出来，如果读到数据就是真，真取反就是假，这个就不执行了，就不用连接数据库了，然后咱直接就能把数据打印出来，如果我这块看一下，如果这没读出来数据，那它就是假呀，是假的加反就是真，这里就会执行，然后连接数据库把数据都取出来，然后取出来之后怎么办呢，往 memcache 里边建立缓存，然后呢缓存多长时间呢，3600秒，那就是一个小时，如果这里边执行了，我输出一下 SQL 语句，那这里边就能输出 SQL 语句，那第一遍我们还没有这个下标的数据，它就会读取，那就在这块呢有思考语句输出，第二次呢已经存取了，已经有数据了，memcache没读，已经读出来，这就不执行，也就不会输出思考语句了，所以你看一下，刷新一下有这条思考语句了，但我再刷新一下或者以后一直刷新，一个小时之内不光是我访问，假如说我这发布到网上1000个人访问，一个小时之内它都是访问，直接访问从内存里边把数据读出来了，这样的话咱们就把这个 SQL 语句
缓存住了。那么这个结果没执行，那效率就能提高很多。当然了，咱们这个你还看不出来，因为咱们这个数据比较少，还是在本级执行。那如果百万级，就超大级的一个超大负载的一个数据就能看得出来。另外呢，咱们在做系统的时候呢，也经常你会发现，像网站首页通常不只有一条思考语句，有可能你要 select 十条语句，那显得效率不更低。比如说大的门户首页应该有几十条查询语句，因为查询语句执行的是最多的，更新和插入只有比如说你发帖的时候是插入，对吧？然后你去改你自己发的帖的时候是更新，这样操作很少，你大部分都是点开网页去查看。所以查看语句，如果你能把它的缓存处理好，那么你的系统就会效率就会提高很多。这是咱们用 MemoryCache 了，当然有十条思考语句是这么缓存，但是注意一点，这个下标咱们要好好处理一下。下标这块用了，当然你可以用一个变量去处理，比如说这个下标 $key 等于 shops， 我可以这么处理，然后这块直接就放上这个变量。这样的话我改变这一个词，就把两个地方的下边都改了，同一个东西你不要写两遍，要用变量来处理。当然这个例子我改完跟上面是一样的。所以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要注意的，要注意的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同一个项目安装了两次，什么叫同一个项目安装两次呢？比如说我这有一个论坛，对吧？我在我这里边得用到两个论坛，所以装了两次。那装了两次呢，如果都用同一个内存服务器的话，那第一个项目里边你也是这个下标，第二项目也是这个下标，那么两个项目一看有同个下标呢，那数据就会混乱。所以呢，咱们指定下标的时候也要指定一个前缀，比如说第一个下标的前缀叫做A 下划线， A 下划线是个前缀。那同一个项目第二个呢下标就可以是 B 下划线。所以呢，这都是在全局去指定的，所以前缀不同，那么就算同一个项目的代码你安装两次也没关系了，只要指定前缀不同，那么在MemoryCache 里边就会分别为每一个项目存一份数据。如果你下标是一样的，那在 MemoryCache 里边存的数据就是一份，那两个项目一起使用一份数据能不乱吗？对吧？所以咱们要注意一个就是同一项目安装两次，就是要有前缀，谁要有前缀啊？这个键要有前缀，这是第一个咱们要注意的问题。再有就是思考语句，对于这样的思考语句，我现在在这个页面，假如说我就这个给我指定前缀了，等于比如说叫做 A 下划线shops， 指定前缀了。那在一个网站，我一级页面我执行了这样一句，二级页面有可能我也执行这样的一句，三级页面也可能也执行一个这样一句。如果你每个页面起的变量名不一样的话，那有可能这样的语句也会执行多次啊。所以一个项目里边能不能让它只要执行过的查询语句我就让它使用同一个缓存呢？可以，你怎么办？将思考语句作为下标，等一下啊，我退一下，把它提出来。你看我下标只用谁啊？用思考语句作为下标。这样的话我在同一个项目里边同一个查询，不管你这个项目什么地方用，只要下标相同，同一个查询都能保证用同一个缓存了，就不会说你每个页面都使用过同样的查询，然后呢每个页面同样查询都保存一份，那太浪费空间。那你一个项目里边假如说首页里边有20个查询，二级页面20个查询，
那有可能他俩有十个是重复的，这十个重复的都不用重新保存了。所以用 circle 语句做下标，你看一下，因为 circle 语句能保证一致性。第一遍输出了，你看也可以做下标的，因为它也是一个字符串嘛。但是 circle 语句有的时候咱们说会有大小写的问题，会不对应的问题。所以呢把对应的 circle 语句进行哈希算法计算，然后得出一个键才可以。所以呢咱们把 circle 语句最好咱们用 MD5 之类的给它计算一下，执行一下哈希算法。我这块 MD5， 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32位的，对吧？32位的一个字符串了。那 circle 语句不管你写成什么样的，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算法形成一个下标一个键了，然后咱就可以用，这样就比较好一点了。你看，我再刷新一下，输出，因为下标换了嘛，再这样。所以同样 circle 语句，同样的 circle 语句，通过 MD5 算完之后得到的那个 MD5 演算过的演算码值都是一样的，而且呢位数还会减少。然后 circle 语句你写的很长很长，它也会保持32位的固定长度。那看这个它是怎么保存的？这个现在咱们就不好写了，但是咱们前面保存了一个叫做 shop， 这个啊，你看 get shops。你看，这个是加密过的一些数据，咱们得到是这个，看到了吧？但能保存这个 circle 语句，但是这个 circle 语句你在这块手动的获取就不好获取了。当然，你更不知道 MD5 演算后的一个值了。然后你觉得这个 MD5 算完之后太长，你也可以这么办呢？取子字符串，从 MD5 里边我随便取一段，比如说它一共32位，你就超过就行，从10开始取。取八个作为下标，因为 MD5 把所有这个加密后的字符串都一样，对吧？然后从十个到八个不同的 circle 语句，从十个到八个只要相同 circle 语句都会是一样的字符串，也是可以的。这样下标就变得短一点了。第一遍取，第二遍没有了，也缓存了，对吧？这是使用这个去演算，然后咱们把这个键值先获取，获取不到在这里边去取，然后把这个键值数据保存到 memcache 中，咱在这块去在 memcache 中把这个 circle 的哈希值，就是 MD5 的算法拿过来，对吧？然后设置一个失效的时间，咱们在存的时候在一个小时之内它还会重新获取一下。那这里边这时间你可以把它换算一个秒啊，看一下保存的准不准确啊，比如说十秒，然后你看十秒钟之后去获取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现在是执行一个 circle 语句，假如说你整个项目里边有几百个查询，那么用户每次执行都执行一遍查询，现在就可以把它减少到查询在一个小时之内只执行一次了，减少了数据库的压力，让数据库有更多时间去处理一些其他的东西。这里边你还要再搞清楚，就是添加服务器这块，如何添加多个服务器，然后多个服务器怎么分配数据的一个算法，然后你可以好好去弄一弄。当然了，你对一些中小型项目呢也可以用本机服务器，因为我们现在本机假如说我装了阿帕奇，阿帕奇在运行的时候是消耗 CPU 比较多，但是用的内存比较少，而memcache 呢是占用内存比较大，而占用 CPU 比较少，所以在同一个服务器上我们是完全可以既装阿帕奇又装什么 memcache 的，这样他俩互补，就能将你系统的资源用到最高效，内存也用到位， CPU 也用到位，就是这两个的一种组合使用。那比如说这种 memcache，我现在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 memcache 里边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现在假如跟阿帕奇放在同一台机器上，那你想会有一个什么后果啊？
客户端直接都可以获取。那现在假如说你知道我的 IP 地址之后，我内存里边放了这些数据，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服务器的内存中将我缓存的数据读出去。这就是咱们做的这些MemberCache服务器都是直接可以通客户端连接后直接操作的，没有任何的验证过程。就比如说这，你看我 QUIT 退出，你看啊，假如说我是远程的，我去连接某某人的服务器，你看一下就连接上，然后我 get SHOPS， 你看直接就能获取数据。所以呢，数据库内存的数据，特别是咱们说了用那 MemberCache 还存一些什么数据啊，像存一些用户信息的数据 session 呢，对吧，那你不小心把密码什么都写进去了，或者是用户的其他信息写进去了，全信息写进去了，那别人在通过你内存里边就能把他想要的数据读出来，然后去攻击你的服务器。因为 MemberCache 这种软件很小，没有任何验证，所以呢，如果服务器直接暴露到互联网上的话就比较危险了，轻则数据泄露被其他无关人员查看，因为咱都是查看数据嘛，那重则服务器被入侵，因为咱们都知道 MemberCache 是以管理员的权限运行的，况且里边呢可能有一些未知的 bug 或者是缓存区溢出的情况，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未知的，所以呢危险性是可以预见的。那为了安全起见，那么我就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什么建议呢？内网访问。什么叫内网访问？我给你画一个图吧。假如说我这是对外的阿帕奇里边放的网站，别人都通过访问我这个网站，然后进行读取。然后这个网站里边，阿帕奇里边 PHP 里边需要访问 MemberCache， 我不对外公开，只假如说我有三台 MemberCache。我只让这台服务器单点连接，只有我这台服务器能访问到咱个内网，这就是把服务器之间访问变成内网的一个形态。其实一般是外部服务器跟 MemberCache 服务器之间，那普遍的服务器呢基本上都有两块网卡，一块是指向互联网的，一块是指向内网的，当然有的是两个网卡，一个指向电信的，一个是指向网通的，但你可以用第三块网卡指向内网其他的一个外部服务器。所以呢你就倒出一块网卡或者让出一块网卡，就让外部服务器通过内网的网卡来访问 MemberCache 服务器，那我们呢 MemberCache 服务器上启动的时候呢就会监听内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那内网将的访问呢能够有效阻止其他的访问，因为别人要想访问的话只能访问这个对外呢，这些根本没插对外的网线，所以跟别人根本访问不了，是这样的。所以呢，但是我们这里边监听的时候，为了防止其他的地址能访问，我们这里边在开启的时候你要这样写一句，比如说这三个我开启服务器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指定呢，比如说 MemCached 开启的时候杠 D 开启，比如说杠，假如说我也用 root 身份，当然有杠 L 指定，假如这个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 192.168.1.111， 我只允许这个 1.11 的服务器访问，然后杠 P 端口是11211，对吧，那这几个服务器都是这么指定，启动的时候都指定只有这个 IP 可以访问，那这就是内网的使用。第二个安全性东西，所以在这里边安全性不让别人访问，第一个那就是内网，当然假如说你有条件使是外网的或者是其他情况，那就第二种情况就怎么呢，使用设置防火墙，设置防火墙。当然你在 Windows 下有一些防火墙你可以设置，在另一下呢一般的咱们都使用什么IP tables， 比如说假如说我有一个这样的 IP tables 语句， IP tables， 假如命令行我敲 IP tables， 然后杠 A 我指定输入的规则 input， 大写的 input， 在别人连接我的时候我只让他使用什么 TCP 的协议，然后他从哪来啊，
然后只要它从哪来的访问，只要它从服务器上的访问，就是你这个外部服务器上的访问，比如说从哪来 192.168.1.111， 只要它源嘛，从这个访问我，访问我哪个端口啊，杠杠 D POST 11211这个端口，然后杠接，我是同意这个访问的 ACCEPT。 当然你对防火墙不太了解的话，你要想设置防火墙，你得先对防火墙了解。如果你现在知道防火墙的话，你肯定能看到这条语句，我这里边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当然了，MemCache 呢，除了是 TCP 的协议，也支持 UDP 的协议，所以 IP cables 杠 A input 然后杠P UDP 的协议，然后杠 S 也是一样的 192.168.1.111， 假如说你这个 IP 地址是这个外部服务器杠 D POS 指定端口11211杠接 ACCEPT 也是同意的。所以呢，这两条语句就是这两条的 IP tables 的规则，就只允许 192.168.1.111 这台外部服务器对 MemCache 的访问，这就能有效的阻止了一些非法的访问。那相应的呢，也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规则来增强安全性，我这是最简单的两条，对吧？所以可以给你据你的自己的实际需要去做。好，这就是我们 MemCache 里边。当然了，咱你要知道 PRP 在什么地方用，数据库读取的时候和绘画控制时用。这绘画控制，咱们讲绘画控制的时候呢，我再用 MemCache 存储一下，再跟踪一下用户信息。这是这一节，在 PRP 里边如何是作为客户端去使用 MemCache， 这是咱们的内容。那结合上几课内容呢，咱们 MemCache 知识呢就这么多。当然可以根据你具体的需要，然后去写一些哈希的算法之类的。好，这节课呢咱们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主要是在 PRP 里边如何去应用MemCache 的一个扩展，然后将数据库表中读出来的数据缓存到MemCache 所管理的哈希表里边去。好，谢谢大家，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